圆，三个点的方向，然后这个往左下方，下面这个横也不要写的长，左低右高，低了横，比这个横画稍微长一点，撇对着这点的下方，向左下方伸展，撇短一点，捺笔稍微长一点，向右，伸出一长，宽窄对比，腰字撇短，竖画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，竖要稍微细，用垂漏竖，横折，横要窄一点，不要写太长，竖要粗要长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左边竖要细短，右边竖粗要长。横折要短一点，小一点，下面的横折钩稍微高一点，上面空间小，下空间大，上紧下松，注意这两点，往上面去。我们看一下，总体要窄不要宽，上面两个横折要写的短小，下面这个横折钩稍微写的大一点，宽一点，勾上去，一笔完成。点看一下，左边这两点写法跟右边这两点写法是不一样的，左边的稍微低一点，右边的稍微靠上一点，宽窄的对比，上面小，下面大一点，间距不一样。零，笔画要短小，要写的紧凑一点，笔画较多，人不要写大，这个人的撇在他点的上方，竖折，撇短一点，捺比较长，向右伸展，点对一下，不要写太宽，要被这个捺笔覆盖住，下面的点要写的长点，由轻到重，高低。